人老大，注定你衰啦！拄到阮两个，啊你温拄啊行入帽里里啊，哦，歹势哦，啊你着交百千个少年啊！真是有这种代志。对，照安尼讲起来，元秀这个人目前正要讲爱进展，敢讲这是神经元秀？不是神经的，应该是两气。你江海清是两气运台北请来杀手呢，两气哪有可能对下手呢？我想的无唔对，奇怪，两气的是安怎样来做的？今天来找我，有啥物好消息是无？啊，两气哦，已经派人去接收这外山登州的水路了。啊，伊本人哦，在香港已经转到泰国。我咧想讲哦，这两天哦。这两起一定有啥物动作？有啥物较具体的消息无？具体消息暂时是无啦。要毋过一件代志哦，我一直想袂晓。你讲我听看卖。这当时的事安怎奈这么简单哦？从这外山顶出这条水路来另外两起。哦，你原来感觉讲这个代志有过瘾的。这中哦一定有啥物问题。啊，若无，这当时的事安怎安尼做？啊不，当时会安尼做。伊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当时的人民讲伊毋是两起的对手，所以下到第四件无话讲。第二呢，当时的另外拍算，哦，是啥物拍算？苦食翁。哟，我乃无去想到这点，所以呢，你爱查出详细时间甲地点，到时阵呢，一空掠上车，免得麻烦。要唔过这对我来讲。有真大困难的，所以呢，你都要双管齐下。一方面，让两气相信你；一方面呢，你要对两气身有比上界亲实的人下功夫。安尼呢，你无定就会当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这样，阿伯，有啥物困难你做你甲我讲，我会尽力甲你斗相共。万一我若做袂到，我会叫排组长全力支援你。这两种办法对我来讲，拢不是问题啦。要唔过，要过安怎？我若是讲要让两起对我有信任，我一定爱甲参做伙，做一寡我想要做嘅代志。所以讲，阿伯，只要你卖伤及人命，你所做嘅行为，拢伫法律保障嘅范围之内，你就要安心去做。两起嘅即卖上信任嘅哦，就是伊身躯边到底咧查。啊，两起所有的秘密哦，这查某拢知。要你就想办法去接近伊啊。我，无阿伯，这个查某全身骨拢全刺，我闪都咧闪袂离啊。啊你，我要哪有法度去跟伊斗阵啊？我看卖啦，卖算哦，较袂先相生啦。阿伯，我是干来跟你讲方法，至于你要安怎做，你家己去决定。你还记得一句话：工作优先，政务第一，知影无？
通通啊，什么代志？我好像看到江爸爸了哎。哪有？底下。没啊。这头咖啡，起来啦。 看什么看？江先生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我变成什么样子，关你屁事！走开啊！东东，他真的是你那个江爸爸哎。 你要不要过去叫他一声爸爸？他好可怜哦，你应该过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嗯。东东，去嘛。 今暝你哪要困啦？阿娘，我咧等阿婆啦。唉，这囡仔哦，出去敢那胖个呢，转来敢那捡的，也毋知伊伫外口咧做啥物代志。你着小可靠劝呢，毋通倒去外口做歹。我知影啦。啊，你是有心的人吼，毋通先晏困，安尼会影响着囡仔，紧去困吼。 好啦。给。嗯。啊，你到这困了。 你啊！哎呦，我来讲几啊遍啊，我什么时阵回来无一定啊，咱就等我啦。来，来明成。阿伯，嗯，我今仔日有看到江海清呢。啊？你是倒位拄着？啊，我就在东东下课啊，伫个田花路遐，啊，我看一个人伫遐爬，我行过去甲看，是江海清，足狼狈，我看了心肝就酸的。 啊，即摆人呢？啊，在。我想，伊安尼爬嘛爬袂远，应该搁伫咧咱庄呢。嗯。好。哎，啊，你是要去倒哪？我来找伊啊。遮暗啊，你是要去倒找伊啦？伊毋知去困咧倒啊，你明仔载再去找伊啦。好。好啦。
我要煮好啊！你吃吃再去。免啦，我来找江阿青较要紧。好，阿婆，你若找到江阿青哦，你就要甲讲，讲伊妈妈找无伊足烦恼的，叫伊甲伊妈妈联络一下。我知啦。 你去搞正高逼哦！安娜，早顿还袂食哦，我来买物件你食啦。免你假好咧，我来找你，毋是为着要互你请一顿。啊，无你是欲安怎？你免超人徛伫我面头前啊！你是欲表示你哥哥在伤心？啊，我安尼也去解了你的偏心。 啊，无你想要安怎啦？坐落来，跟我变乖。江阿海清啊，你这叫做死者活着啦！你看你这身躯嘞，袂输那乞食嘞。我做乞食是我的代志，家己无管你啦。吼，你有影死硬硬嘴巴嘞？规身躯死了啦，剩这支嘴也袂烂啦。你死好啦！若像你这款人，哦，较早死的哦，世间哦，简直要堕堂啦。 我敢那唔死啦，有才啦！你甲我拍死，我无采我的手，我拍甲你一个，一个啥？乞食啦！我乞食，你即马大尾啊，你嚣掰啊！我甲你讲，我今日变哪个拢是你害的啦！是你吼，我无害你啦，是你家己害你家己啦。对，是我戆啦，就是因为我牵你去两起的边啊，两起因为有你才甲我挂出来啦。 不过我跟你讲啊，你若继续待在冷气的边啊，你今早晚会跟我同款凄惨啦。咱借问你吼，你讲我甲你害，我较早伫来你个乖七年的时阵啊，迄个情形哦，比你即马更加凄惨啦。谁甲我害？我？对啊，啊你怎个咧怨叹啥？我无怨叹，我根本就无怨叹，我知影我害你，我知影我对不起你。 是神经啊！你今仔看到我这么图片，这么凄惨，你足爽快啊，对不对？你足爽快，对不对？神经啊！我今仔变作安尼，敢那一只狗，但是最起码我是一只活狗，有一天你让人家挂出来，你会变作一只死狗啦！你莫在遐甲我拍色衰啦！我无像你遐尼无良心啦，天公伯哦，袂甲我折罚啦！哦，照你安尼讲，我会变作安尼是天公伯甲我折罚的哦。 迄算讲天公伯哦，对你还阁袂歹咧啦，甲你犹太，甲你打七折啦，也若无，若是无打折啦，照冤家啦，最起码哦，你都要五马分尸啦。我操你人啦，我听无啦。你即马即落型的哦，我也知影讲你毋敢返去厝的哦，甲你老母见面啦，行啦，来阮兜啦。免啦，免就刣啦。 阿星哥，安怎？还巴肚枵哟？你真无礼貌呢，我话也未讲煞，你就要走？你还佫有啥物话要讲？坐落来啦，跟我变惯啦，甲你讲过袂记哩啊？哼，你也无小想讲你即摆已经跪脚呢，佫遮尼畅酒哦？你叫我坐我就坐哦，你袂敢袂瘾啦？ 讲啦，是啥物代志啦？东东嫌我，你即摆想要东东啊呀？唔是我咧想东东啦，是阮阿母咧想东东啊。阮阿母遐尼坐岁啊，伊希望有孙仔会当甲伊做伴，伊才会当家己娘，伊才袂无聊，才会欢喜啦。你即摆想要友好？安怎？敢若恁会使友好？我即种人都无资格当友好，是毋？我无讲哦，我无讲你无资格哦。安尼东东嫌我。
阿妈，那你唔讲话，我叫你当当现我，你是无听着是？无听的啦，我甲你共款啦，臭鱼人啦！圣爷，拜托嘞，我甲你跪好无？当当现我啦！你还甲我跪哦？莫怪今日乌阴天啦！ 好啊，跪啊！跪咧，甲我磕三下头哦，恁爸当当当，遮尼好你啦。好啦，安尼无准生啦，你脚无跪啦，恁爸脚都安尼，要哪跪啦？又怪哈，来。 紧穿落去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赶紧嘞，哎呦，那这边，东东这边啦，当你是咧创啥啦？东东困去，困去啊，你真是困去啊。 阿妹有困去无？嗯，来来，来紧请客哦，要无上学爱迟到哦。嗯，乖。嗯。就啥啦？阿妹啊？二十块啊。二十块？二十块创啥？阿妈，我去哦。二十块啦。二十块？二十块要创啊？ 2块考100分啦！哎呦，阿妈煞袂记诶！来来来来，给你来20块。嗯，哈哈，当当足够诶！谢谢奶奶。哎，对啦，20块吼，明天后壁开哦，都爱落去钱档诶，知无？好，我知影。来来来，谢谢奶奶。哎，阿妈给你梳头。嗯，好，阿妈做咧。 哎，呵呵呵，哈哈，哈哈，好啦，阿哥，听好未？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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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的哈，嗯，来，阿妈再见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啊，乖乖听老师的话哦，哈，哎，咦，无，你搁在哪里做咩？东东，今天不要去学校了。哎，今晚几点啊？你来叫咩学校？我阿爸，我要找东东来去学校讲爱情。啊？ 哈，你也讲唔对袂哈，你也起孝心，你要将我的金孙家带去，共海清。阿爸，共海清即摆咧走路，佮何以即摆老大佮赶出来，真可怜的。伫个街路安尼乱乱踅，袂顺啊佮去食咧。迄就是最歹的报应啦。阿姨敢若佮去食同款，佮你啥物时代啊？好歹哦，我嘛是佮伊十几年的朋友了。虽然讲共海清真歹，做足侪歹代志，也佮伊足友好伊安尼。 伊今仔日要娶东东多等，目的就是讲要叫东东会当陪咱娘。哈哈，你要互江海清友好因老母，啊东东甲娶去安慰伊安尼啊，啊你有想着我无？啊宝啊，你若要做好事、做善事嘛，免做甲安尼个样个啦。阿爸，阿清即摆已经大把大汉，而且佫是上生啊，你免烦恼讲以后无孙通好抱嘛。不过海清呢，海清即摆啥物都拢无呢。 啊，无是因兜的代志啦！你家己嘛小想看卖，当时你滚出来时阵是，咱即间厝了，你砍头哦。阿庆的原谅你过去所做毋对哦，要若无你毋是咧农民流连，你家己的代志都烦恼袂够，佫烦恼到别人去，你真戆呢！你小想看卖啊，你啦，啊，江海清夜情来，佮厝里甲你阿呢，你袂记啊，是哦？你还佫咧同情伊，啊咧烦恼伊的代志。 我这是在做好代志呢，江海清今仔日沦落到这地步，已经无半个朋友通我甲斗下手，即马剩我一个，啊，我若讲唔插伊咧，伊会对人生哦感觉绝望，无得甲伊会去自杀呢。啊，啊，迄款叫嚣你也惊去自杀咯？阿爸，唔通安尼啦，你必须一条人命哦，袂使咱咧杀生的呢。嘿，你讲啥笑话啊？迄是伊家己要去死的呢，也毋是我甲害啊啦。即马伊若是死啦。
是因为我答应的代志，我都办甲到了，安尼毋是等于我甲害死？啊！你若将东东甲带去给伊，你会知影恁爸变安怎？你知无？看你是爱讲爱争死，还是爱我死啦？东东，阿公带你来去学校，阿公迄踮咧门口口，甲你顾顾到你要倒转来，才阁甲你带转来。看啥人若敢要去带你哦？阿公绝对甲伊拼，来去。阿婆，你来做出这款代志啦？你明知影讲你阿爸吼疼东东，疼甲那命嘞，你哪要甲东东送予别人啦？阿妮啊，江海清车用东东已经车用七年啊，人咧讲嘞，生的车一边，养的公路较大天。江海清这七年中间，予东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伊本来就甲东东当作家己的后生同款啊。咱即马带东东来去行，我感觉这是合情合理啊。什么哩合情合理？伊害你去关七年。要老婆你嘛袂甲东东离开，啊你不怪，电都咧感谢伊。我看你哦，头壳歹去啦。安尼啊，这你都无了解啦，无唔对，江海清真苦。要唔过拄只，我看到迄款样了，实在有够可怜，比个乞丐佫较不如啦。你敢知？我看到到底，我心肝做一个酸起来。所以讲哦，我即马无要计较讲以前对我安怎。人应该有慈悲啦，要唔过慈悲哦，唔是用伫即款所在。嘛，唔是用到这款人的身躯啦！你若我安尼留落去吼，你若排安怎，你家己知影啦。